各位投资朋友，打完后很高兴呢，今年又来到我们股市之宝。那我想呢，最近这几天哦，那除了这个川普当选之外，那这个行情呢，就是自己看了哦，哦，心里很清楚哦，我也不喜欢在这边跟大家解盘哦，今天大盘怎么样？哦，我早知道跟你讲会不会大涨？哦，现在哪里？<laughs> 对对，是不是大涨了？ 哦，把这个大盘报告一遍啊，不用报告啊，这咖喱款的债啊就请楚哎，哦，很清楚。那当然最主要的，我一直跟大家提了，股票市场里面事实上啊，我一直跟一直为什么一直跟你讲什么十字线、K D 啊、K 线，因为那种东西啊，我一直跟你讲过，怎么讲都对。 我已经跟你讲过，最大的就是不是 K 线，哦。 这个哈、哦、，K 线 KD 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哦，对不对？黑棒啊，红棒啊，哦，上影线呐、啊，下影线呐、啊，十字线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跟你讲，都不是。哦，跟着我比走哦，哦，都不是，都不是。最重要的是。 比这个上面的都厉害，这个啊，比这个上面的，这个东西啊，比这个上面的、啊，哦，厉害一万倍。这个东西知、啊、道，这个大内线，比这个东西啊。哦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要补缺口啦、啊。 你有没有看到十字线代表什么？老王爱说笑嘛，哈、哦！你有没有看到红 K 代表什么？黑 K 代表什么？是不是今天？是不是？就说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没有用，因为我一直跟你讲过的一个观念，就是说这种东西啊，他怎么讲都会是对的，你懂意思吗？因为发觉到这个东西，它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很 tricky 的东西。 因为你这个东西你，你你一个线出来了以后啊，你这个一个线出来啊，不管它怎么走啊，你把这个东西把它放到这里面去啊，它一定会诉说它的，一定会变成它会讲出一套有有，它会讲出一套东西来的，它一定会讲出一套东西来的。 因为我今天讲难听点，这个十字线在这边有可能发生，有可能在这边发生，有可能在这边发生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那黑棒有可能在这边发生，有可能在这边发生，有可能在这边发，任何地方。那事实上，这个线你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你把这些东西都灌到里面去了以后，老师他一定有办法能够自圆其说出一套道理来的。所以不管行情怎么走。 哦，什么老王爱说笑，讲这种东西的人，他一定会做出一套，因为这个，你到成品去买，这个都有嘛。六分六十分钟教你 K 线，六十分钟教你什么 KD 战法，六十分钟教你波浪理论。但是我为什么我陈老师建议跟你讲，事实上这个才是你能不能够自胜最大的原因，内线。你听一听就好。 因为我有时候我也不太想讲太多因为我我在这个市场上三十年，我告诉你，我当学生的时候就在学这个。我当学生啊，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也学过 K 线呢、啊。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也学过 KD 啊。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也学过波浪理论啊。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也学过葛兰碧八大法则、啊，那都是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都要学的。 那个都是我二十岁的时候学的，我现在六十岁了、欸。那那那那你今天你今天非凡东升那些二十岁的小老师，他当然讲这个了。我这二十岁的时候我就在学这个了，对，怎么看融资券？ 怎么看法人的进出？我二十岁当研究员就在学这个了。怎么看今天的外资的买卖？怎么看业绩？怎么看基本面？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在学这个了，我不是没有学过。 我二十岁的时候，现在非凡东升那些年轻，我二十岁就在学这个了。我现在六十岁了，我现在六十岁了，我几把老杂货呀？我二十岁的时候就，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在美国就在学这个了，而且我们还是原文的嘞，而且我们念的还是原文的嘞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那个什么 broker 的执照都把考过了。 什么 7, series seven、series five、series 什么的，我都考过，而且我们都是考英文的。我怎么会没有？我二十岁的时候都学过这些，我怎么不懂得这个呢？哦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转嘴转眼我已经过了四十年了，我现在六十岁了。哦。 所以现在很多老师在讲这个，我都想觉得我回到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二十岁的时候，那这些有没有用呢？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？它一定是听起来很有用，那个叫看图说故事。反正我就找一只股票，它一定可以套的，套上去一定可以套大盘也可以套，它怎么都可以套。 你看看《非凡东升》这种节目，他我二十年前二十岁学的东西，他们可以沿用到今天，《非凡东升》都还挺老实的、啊，还是讲这些的。哦，一黑一黑吃几红，一红吃几黑。你有没有看到十字线代表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 K K 代表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红 K 代表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上影线代表什么？下影线代表什么？你看看今天是不是？你看我上次就说了，那一根下影线这两天直接攻上去，我。 我我要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东西說，说这种东西非凡东升的老师，现在这些老师在用这些，我二十岁也我也都学过了，KD 啊交叉啦，对不对？ASI 啊 ASI 啊，对不对？背离啊，然后 I。啊 陈老师啊，你懂你怎么不讲？<laughs> 啊，陈老师啊，非凡东升的教的物件，阿弟都你阿里那也不讲，你那也不讲啦、啊啊。因为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六十岁了，我现在六十岁了，我不是非凡东升那些小朋友。我现在六十岁了，我不是非凡东升那些小朋友。我觉得现在我认为这一条线最重要，叫做内线。 我现在六十岁了。我记得以前啊，早期早期真的是这样子，那时候民国七十几年，曾经有说四大主力啊，四大主力，当时有四大主力，哦，那时候也没有非凡，没有东征，也不会画那么多线。曾经有个主力叫雷伯龙，雷伯龙啊，什么阿布拉、啊、什么的，哦。 他是专门炒股票的啊，那以前呢都是要到证交所或者到交易所去看股票，然后在家看的不可能。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小朋友啊，一天到晚在外面卖这个线啊 k 线 K D 啊，每天就是哦这个线，哦这个线这样子啊，这个这边代表什么？哦这一次会涨哦，哦这一份要卖一百块，那这一百块很贵哦，一份哦，后、欸、这个股票会涨。 啊，比如说这边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是龙鳞哦，那时候很流行这个哦，流流流流行什么？呃，中石化啊，这、哦、这流行这种，对不對,对？轻瘦啊，都是这种，以前都中，以前没有电子股哦，所以这股票外拿在卖，就在卖这种 K 线啊，就像非凡东升讲这个、啊，非凡东升每天都 K D K G 叫都在在卖，因为这个都是上面都 K 上面都 K 线嘛，都 K 线。结果那一天有一天，这是真的、哦，雷柏龙就。 去交易所，哎，就有人卖他了，说：“哎、欸，先生，啊，北北啊，这个这个卖你一百块，这个股票会涨哦。”结果那个北北就直接跟他小朋友说：“卖给他 K 线的，卖卖给 K 线的这个小朋友说，哦，我跟你讲，你明天去买那一只。” 你明天去买那一只啦，不用看线啦。你明天去买那一只就涨了啦，这是真的哦、喔。就从此那一只股票连续涨十只涨停，完全打不开。那后来那小朋友又看到那个先生了，这是真的，看到雷伯龙说：“你好厉害哦、喔，你怎么知道？” 我卖这个 K 线，我每天像非凡东升一直在讲这个 K 线，讲了也是卖这一百块根本就不准嘛！你怎么知道它会涨呢？因为雷伯龙跟他讲，那线是我画的，他拿钱画的，跟这个 K 线、KD 交叉、非凡东升每天跟着扯这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 1> 跟一二三四五 A B C 波浪理论，跟葛兰碧八大法则，跟 S I 背离，什么板神战法有屁关系呀、啊？那个雷伯龙就直接讲，那耍是我喂啦，这是真的。那我们今天想到过去那个年代是这样子，你有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年代，它也是这样子？ 他更是这样子，大户更多，主力更多。你每天在那边飞凡东升，在那边扯东扯西，一直扯 K 线 K D，还老王爱说笑嘞，就拿这一套在那边骗人。我今天讲难听点，六位小胡子在小日本，你就能够讲。我今天讲句很实在的话了，来，我问你，我有跟你讲基本面、技术面吗？ 有吗？啊，我有跟你讲技术面，每天讲我也不想讲了。两个月之前，你管他川普上还是贺锦丽上，我那时候还跟我那时候我在电视上还讲说，我说川普上了更会涨。 然后那一阵子一直在那边报啊，川普啊打压台积电什么的，一听到川普民调稍微高了，台积电就毁。我说那狗屁蛋，那非凡东升在那边讲那狗屁蛋。那非凡东升每天就叫人家去买一大堆 ETF，现在全部都套在里面。那非凡东升该死，讲了一下那个川普说什么那一天讲一下川普，哎呀打压台积电就是这样子，那一天才打到八百一十五块啊，就是因为川普啊。 人家现在川普上了，台积电现在不止涨，还涨到天上了。现在台积，现在川普反而川普上了，台积电反而大涨。那这个八百一十五块就是那个非凡呐、啊，东升啊还有、哎、那个川普哦，这个打压哦，你、那、看、個、台积电那個跌的那样子。那现在人家川普上了，人家台积电现在又拉起来。我就跟你讲，会政府会拉，管你川普还是贺锦丽，这是不是叫内线？这跟 K D K 线有什么关系？ 我现在六十岁，我不是那些小朋友。我二十岁就在学现在非凡东升那些小朋友讲的 K 线、KD 十字线。杜金龙讲的那个，杜金龙讲的那个，我二十岁就在学了。他那么老了还在讲那个，他自己都不觉得讲的虚吗？ 就是内线。哦，这个哈、哦、技术指标是可以参考的啦，它有它一定有它参考。你废话，你但它是你的命根子，它是你被吃饭的家伙，你当然说它有用了，狗屁用！你不讲那一套，你等讲不出个东西来嘛，杜金龙。 你那个非凡东升，非凡东升，每天就是在那边，哎，老王爱说笑嘞，哎、欸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今天我陈老师今天讲是真的实在话啦。到成品去，每个人都可以当老王爱说笑、喔，你到成品去啊，你每个都懂了、欸、，K 线、十字线、K D 交叉、上影线、下影线。 他现在讲都很有道理了，我早就跟你讲，你看这几天为什么涨上来？那个地方是不是要补缺口？补完这边缺口，补那边缺口？<laughs> 你要补什么缺口？缺口？什么叫补缺口？我不懂。股票本来就上上下下的嘛，拿什么缺口？下就会上，上就会下嘛，当然要补缺口啦。难道补你们家那个破洞吗？你有没有看到下影上影？下边是不是下上影？这边是不是十字线？ 转折就在这里啦！欸、十字线有时候还会两三支嘞，那是第几支转了、啊？所以这个东西，他们讲技术分析的他一是讲出一套，一定是对他有利的，可以画来画去，画来画去。我的七台，我的背台，打杠我来攻击。我今天我六十岁了，我二十岁就在学这个了。我只是说，我不是很主观的一个人。 我只是讲个道理而已，反正我就跟你讲，你看看这个红准，陈老师啊，后面来红准还更强哦。你现在攻一消位，现在攻一消位，你看看一张都不能卖，尤其后面红准，人家陈老师说之前都红海涨那么多，这个红准你狗屁的红准也没涨，你下面还要给他放个红准。 我说这个红准啊，我这边要讲，红准后面更强。你看今天，你看红准创新高，那早都已经红海还一堆人，还红海还没创新高，还在套牢。你看这个红准全部过去，为什么？筹码问题嘛，它的股本比红海小太多了嘛，飙成这样子。来，问题，你看这一天谁要买？你看红准，这一天你看谁要买红准？八月五号，我不管你跑一下 我会这边来给你写个，我字是比较草而已啊，你可能看不懂陈老陈老师的字叫草书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值钱的，后面更强。今天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个价位红准会到一叉叉，我今天要把这个价位，我要送给大家，你只要打电话进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到我这个一叉叉，你一张都不能留哦，有没有听到？ 红准啊！我今天讲红准哦，我今天讲红准哦。今天红准，记住了红准。我八月五号的时候，你知道那时候很低呢。八月五号在这边呢，杀成这样子呢，杀到这边很低啊，这边才五十块而已。今天红准到九十五，这边很低啊。八月五号，我没骗你啊。八月五号，我后面还跟你讲红准更后面更强，为什么？ 你你记住我讲的，第一个，它一定比较弱的。我这个这人家看我节目看觉得下面这个一定是更强。那之前一直在涨红海，那很多人都说陈老师红准啊不 ok、啊、而且红海已经创新高了。你看红准都还之前还在下面，红准红海那时候创新高，红海的最高点在这里，红准在下面，现在变成红海它还没有创新高，红准已经先拉上去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 我今天会把这个价位一叉叉，各位你记住喽，这个价位有可能是一零一，有可能是一零二，有可能是一二零，有可能是一三零，有可能是一一五。今天我陈老师要把这个价位记住了，我会送给大家，只有一天的时间。你到我这个价位，记住，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做内线，什么叫大内差。你到我这个价位，各位你一张都不准留，红准。 一张都不能留哦，一张都不能留。红准，陈老师啊，这是一差一多少？可能是一零零，拉近一点，可能是一零一，可能是一零零，也有可能是一二零哦，也有可能是一二一哦。你不要问我有没有消息，我不是杜金龙。 我不是杜大师哦，我也不是老王爱说笑，一天到晚在讲 K D 指标、讲技术分析的，我也不是什么股市 M B A 啊，在那边一天到晚拿技术现金骗、技术陷阱骗人的。我今天我要跟你讲的这个价位，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个价位，我告诉你一毛不差。我跟阿咖你讲，这个价位，我今天会把红准这个价位，红准现在上去了，对不对？红准上去了。 我今天会把这个价位，我要留给大家。电话给我打爆，只有一天，今年只有一次机会。你今天电话打进来的各位投资朋友，来拉近一点，红准。好啦好啦，我顺便给你红海了，什么时候要卖了？我告诉各位，你红海手上有的，你今天也打来，我三命数上一安海了。红海红准，今天我要送各位，电话给我打到爆，只有一天。 等一下，我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。最重要的，我今天要送给大家一只股票。这一只股票，我告诉各位，红海红准集团会不会入股它？我告诉你，你最近看那个网加有没有看到网加？谁入股它？还有四星 KY，网加谁入股它？统一。 长成这样，四星 KY 不是它真的会涨的、欸，谁入主它？谁买它的股份？四星 KY，各位接下来红准大内差，接下来这一家公司跟 AI 跟绿能跟 AI 跟绿能，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。 最近飙最凶，第一个叫网加因为统一要他业绩不好，因为统一要入主入股他30。三十八，第二家最强叫四星 KY，因为因为连什么要入主他，要入股他。今天这一支股票我送给各位，这一支股票新的大门红准二大内差大 V 大 v、大 V 大 V，你就记住上面这三个字。 叫做五四三，把它记住了，什么意思？五四三什么意思？你有一天你会知道，这一家公司，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最近红海红准会不会入股它三十 percent？我再讲一遍哦，入股它。 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记住新的大门红准二，红准未来追不上。我陈老师跟你讲的东西准不准？有没有内差？我不敢讲。有没有内差？我不我不是讲技术分析的。我有没有内差？有没有内差？ 等一下，红海红准打电话进来问一毛不差的目标价。等一下打爆，一定要打，只有一天。今天我跟你讲，你没打进来的，你好笨，你好笨，叫笨小孩，刘德华唱的，一定要打红海红准。等一下告诉你目标价一毛不差。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 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，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龙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，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龙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 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顶业投顾，全心照顾，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 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 要当笨小孩啊！我陈老师跟你讲，我真正真正知，红海红准。今天我给你的价位打进来的，我直接给你报价，服务人员直接一打就报价，告诉你红海红准，你一毛不差的目标价，你就卖，不卖你家的事。接下来，各位投资朋友。 四星 KY 网加之后，接下来红海红准会入股的公司在哪里？很重要，好好把握这些。謝謝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,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 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，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龙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，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龙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 股市千变万化，当操盘千头万绪，当机会千载难逢。今日启用一千元体验空天了一个月，就送轰动时长操盘秘籍及上课券。千言万语，这次只要一千元哦，请拨零二二三六五三二五五。我不要得肠病毒，玩具没有消毒，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。我不要得肠病毒。 家要先洗手、换衣服才能抱我了，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。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，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。